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听人讲，有人妖怪假细字，爱食假客气。其实，阁有一句话讲，乞食假细字，甘心假义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神，甘心的神，读心神第五条。神是古早君王时代官员，家己称呼家己是神。也唔过，伫咧现代，针对有功劳的员工，卖讲是功臣。另外，古早那是贪家己的利益，无顾国家利益的官员，咱讲是奸臣。也唔过，现代冇用奸臣来形容真奸巧的人，也佫有奸奸啊笑，咱讲是奸臣啊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字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就是拄则讲到的奸臣啊笑，也就是奸笑。第二个呢，是一句俗谚语，讲乞食假细字，奸臣假义气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乞食明明想要分，搁再假细字讲唔免。字句的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妖怪假细字，假规假怪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字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平明明也未食暗顿，看到桌顶的菜，搁讲伊未枵，有影是妖怪假细字，爱食假客气。也唔过伊的朋友嘛是乞食假细字，奸臣假义气。就讲未枵，菜粿伫捧出来。看明，敢是海龙王是水假细字，煞咧奸臣啊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读作神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